今天呢，发现那个大运40度，要解决这个问题。我看到这个，不知道是为什么，不知道什么动作啊，不知道什么动作啊。不知道什么动作啊，一直看到这个动作，一直看到这个动作，一直看到这个动作。然后我看到一个人，啊，蹭了，一蹭上来了，一蹭上来一蹭上来了，一蹭上来了，一蹭上来，好像从一个水井里啊，好像从水井里爬出来的感觉，好像从水井里爬出来的感觉，往上爬，好像那个一个矿塌掉了，一个矿塌掉一个。然后呢，矿里边的人呢就往上爬，一直在往下，好像在往下按呢，靠自己的力气把自己支撑起来，支撑起来，看，然后看到天上的乌云呢，天上的乌云呢，要快下雨的感觉，下雨的感觉。如果不人呐，赶紧从那个矿里爬出来的话，有可能被水给淹没了呀，被水淹没了呀。所以啊，没有人救援，没有人救援，现在都要靠自力更生了。什么情况都得靠自力更生了。现在政府已经是植物人了，政府基本上已经是植物人了，基本上也没人干了啊，除了吹牛，已经没有实质性东西了啊，都要靠自己，都要靠自己啊。都要靠自己，都要靠自己。矿塌了，自己爬出来；水淹了，自己游出来啊！没人来救援了啊！接下来没人救援是一个常态，没人救援是个常态啊！就看自己啊，个人自己想办法了。后面没人救援是个常态，没人救援是个常态啊！告诉这个信息啊，没人救援是个常态。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